从2008年开始接触摄影，这股热忱持续到了今天，曾经参与过无数的拍摄，不用多说，作品集在下面，有兴趣。对作品集有兴趣的，连起来下面。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摄影，这股热忱持续到了今天。曾经参与过无数的拍摄，不用多说，作品集在下方。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摄影，这股热忱持续到了今天。曾经参与过无数的拍摄，不用多说。对作品集有兴趣的，在下方连结。对作品集有兴趣的，在下方连结。